帕斯卡原理，如图所示，两密闭容器的底部相通，里面充满液体，其中 A 容器的活塞小于 B 容器的截面积，在 A 活塞施力向下压迫液面，依据帕斯卡原理，这个压力会以相同大小传至活塞 B。 B 活塞面积比较大，故液体施给 B 活塞的作用力也较大，利用这个装置，可以用很小的力举起很重的物体。